典歌曲，问问粉丝有多喜欢。张清芳6月10号、6月11号两场小巨蛋演唱会，24000张门票9分钟完售，看得出粉丝对他是超级喜欢。上一次小巨蛋开唱已经是2015年的事，暌违8年，歌坛东方不败第3度攻蛋，得知票卖得很好，感动表示谢谢多年一路支持的歌迷，心中只有满满的感谢，而且压力来了，现在得出发健身去。没抢到票的乐迷也别太失落，因为主办单位透露也在讨论加场可能性。56岁张清芳体态仍保养得宜，曾多次闪过退休念头，但始终割舍不下歌迷期待，加上儿子要到美国上大学，也想把这一次的演唱会送给他当礼物，因为下次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再唱。张清芳圈内好人缘，李宗盛、叶爱玲、蔡康永以及林心如等等超过15位艺人也合录影像祝福他演唱会顺利。这次9分钟完售，好成绩，也打破张清芳个人纪录。三立新闻台记者韩明、刁安宝台北报道。